对啊，所以才问你几岁啊？几岁跟10岁、11岁不一样。那、怎么不开始吃？妈妈开喝。我有啊，我吃啦、啊，是你还没吃啊？你可以开始炖南瓜冷汤了。有啊，我已经开始炖了、啊。多加几块啊？没有啊，那你们的啊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你那里吃面啊？迄个直白沫了。好紧啊你！健康好紧啊你！